欢迎收看 Mr. Chen 英文教学之文法无量。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 Mr. Chen 教英文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的文法单元里面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文法特别的这个用法，叫做现在分词的用法。那么现在分词跟动名词一样呢，都是动词加上 ing。 那我们在国中学过这个动名词的用法。那么动名词呢，它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而现在分词呢，在我们国高中的文法里面呢，比较少把它整合成一套这个完整的文法。所以今天呢，我们那么节目里面文法单元里要把这个现在分词的整个用法呢，把它详加的叙说希望呢大家对现在分词的用法能够更加的了解。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帮助，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以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一篇讯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文法的时间呢，我们要讲到有关现在分词用法。那么现在分词用法呢，我们分成几项啊。我们今天呢先进行现在分词的用法第一集。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用法，叫做本动词的用法。也就是说现在分词呢V 加 ing 这样的一个词性呢，它可以当作本动词。好，那本动词用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哈，做本动词的用法，说明分词可做动词片语动词片语好的一部分。那么做本动词用本动词就是类似于动词的一个性质哈。那么现在分词用于这个时候用在什么时候呢？进行式也就是我们国一学到的这个所谓的进行式，其实就是现在分词用在本动词的用法。可是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就是知道说 be 动词后面加 ing，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ing 呢这个现在分词呢就是一种本动词用法。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例句，比如说第一题，他现在正在弹琴 ，She is playing the piano now 那么值得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进行式前面要有一个 be 动词，而这个时候 playing 当然是本动词的用法，现在分词本动词的用法所以 she is playing the piano now。 第二题，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好，我们用过去进行式，这个地方用过去式，所以我们就用过去进行式那么他正在睡觉， she was sleeping when I came in， 当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这个时候是现在分词当本动词的用法这个用在进行式里面。有两个例句，我们来做了一个练习。好，这第一个本动词用法，第二个叫做形容词的用法。形容词用法特别注意了，那么通常用来形容词，我们就知道用来修饰名词，那修饰名词。那么我们看说明，分词可以做形容词用，形容词那么有前位修饰及后位修饰，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形容词呢的这个特质呢，它除了前位修饰，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的很高的男孩叫 tall boy，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后位修饰。后位修饰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冠带关系子句，关系子句特别长，都从后面修饰。同样的分词也有两种，一种是前位修饰，一种是后位修饰这两种情况。那么单一个字的分词呢，做前位修饰，就像我们讲 tall boy、beautiful girl， 这时候只有一个字，所以我们很这个直接的就把这个形容词呢放在名词前面，直接做一个前位修饰那么做前位修饰。但是分词片语就代表呢不止一个字了，有好几个字那么所以说分词片语则做后位修饰，就跟冠带一样关系子句一样，从后面来修饰它。比较长它从后面修饰做后位修饰。那么现在分词呢比较主动
当然过去分词就表被动的意思啊，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主被动的关系啊，主动。好，那么好，我们看一下有两个修饰，第一个叫做前位修饰啊，也就是放在这个所要修饰的名词前面来做一个前位修饰。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样从例句里面来做，来这个啊，再来练习。我看到一个在哭的男孩啊 ，I saw crying， 正在哭泣的，表主动，因为会哭嘛，主动，男孩 boy。我看到一个啊 baby 啊，说错了，小孩 baby， 这个地方我们不是男孩，是 baby。啊，正在哭泣的这个啊小孩 baby 啊 baby， 好，所以 I saw a crying baby， 这个时候前位修饰，前位修饰就表主动的意思。好，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啊、可以化成这个所谓的啊用冠带来这个、啊、来使用也可以。这个时候把 baby 放到前面去 ，I saw a baby 啊，那么 who was crying 这个就变成后位修饰。本来是一个字前位修饰，但是变成冠带变后位修饰啊。I saw a baby who was crying 啊，他正在哭泣，所以冠带比较长的字后位修饰，比较短的一个字前位修饰啊，这个叫做现在分词的前位修饰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我喜欢啊在啊这个啊这个名啊唱歌啊名唱啊。叫做地名的鸟啊，这是在唱歌的鸟，所以 I like the singing， 唱歌的非常好听啊。Birds 啊，没有复数啊，正在唱歌的鸟啊，就主动唱歌的鸟，我喜欢唱歌的鸟啊，正在句句句话非常悦耳声音的鸟，所以 I saw the singing birds， 前位修饰一个字啊。那么也可以化成是所谓的冠带 ，I like the birds which are singing 啊，它正在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唱歌啊，后位修饰啊，比较长的这个句子，冠带就变成后位修饰，所以前位修饰可以变成冠带的后位修饰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叫前位修饰，就是啊所谓的分词当形容词用的第一个前位修饰，第二个后位修饰，我们看一下后位修饰哈。那么 ，Do you know？ 你认识啊？你认识那个在那边玩的男孩吗？你认识这个男孩 ？The boy playing 正在玩，或者说在玩啊？他这个有可能会有进行式，或者是代表主动的意思啊？有两种可能 ，playing over there 啊 ？Do you know the boy playing over there？ 啊，在那边玩，那这个就变成后位修饰，因为他这个字呢。Play 呢，结合了这个所谓的 over there， 变成一个啊所谓的分词片语，变成分词片语。那分词片语的话，我们就从后位修饰，从后位修饰一样的，我们可以变成冠带，一样从后位修饰。Do you know the boy who plays over there? Who plays over there? 啊，后位修饰。好，同样的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分词片啊，现在分词片语做后位修饰啊。第二题，在那啊那个在房间内歌唱的女孩是我姐姐 ，the girl， 什么女孩呢？啊，唱歌也是唱歌 ，singing， 啊。那么 ，singing in the room is my elder 啊，年长的姐姐 ，elder sister， 啊 ，elder sister。所以这个地方呢，啊 ，singing 呢，它就是说啊，这个包含了后面的这个啊 ，in the room 啊，地点啊，那么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现在分词片语。那么现在分词片语很长，做后位修饰，做后位修饰啊 ，is my elder sister。好，当然可以变成冠带，叫做 the girl who is singing in the room is my elder sister。啊，是我的年长的姐姐。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后位修饰，当然全部化成冠带都是后位修饰。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哈、啊、本动词的用法啊，有做也有讲到有关于这个形容词的用法，形容词包括前位跟后位修饰法。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下一次啊实质啊这个所谓的第二集现在分词用法第二集，我们将会继续这，所以
分词做补语的用法。那到底这个做补语的用法如何使用？那当然我们就要放在所谓的第二集啊，来再来讲解，把整个现在分词啊非常完整的整套啊介绍给大家。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帮助，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以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期待下次文法无量见面，谢谢。